房临骸宫，则天逆之帐中，召人杰以庐陵为言。人杰慷慨夫奏，言发涕流，俱出。中宗谓人杰曰：“还卿楚君。”人杰将皆泣贺，既已，奏曰：“太子骸公，人无知者，勿意安审是非。”则天以为然，乃复至中宗于龙门，据礼迎归。人情感悦，人杰前后匡复奏对，凡数万言。开元中，北海太守李雍撰为《梁公别传》，备载其词。中宗反正，追赠司空；睿宗追封梁国公。人杰族曾孙坚摩，坚摩登进士第，祖交父脉，士官皆为。坚摩元和末解，贺襄阳推官，是教书郎，言行刚正，史府之名。宪宗诏为左拾遗，内尚书言事，历尚书郎，长庆、太和中、历郑州刺史，以至行称，入为给事中。开成初，度之左藏库望破自污坚薄等赃罪，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。坚摩封还敕书，文宗召而谕之曰：“嘉卿举直，然朕已设其长官，典吏亦宜在右，然是或不可。卿勿以封敕为奸。”迁御史中丞。谢日，文宗故谓之曰：“与使台朝廷纲纪，台纲正则朝廷理，朝廷正则天下理。凡执法者，大抵以为计故妄为心，职业游资不举。清梁公之后，自有家法，岂复为常常之心哉？”坚摩谢曰：“朝法或未得中，臣故悉心。” PG 1977。弹奏会江西观察使吴世举为额加给军事，破关前数十万计。坚摩奏曰：“观察使守陛下土地，宣陛下诏条，凌戎赏军，州有定数。而世举与夺有己，盈缩自专，不为一臂一方，必致诸君元力。请下法司，正行朝典。”世举作贬蔡州别驾。坚摩寻转兵部侍郎。明年，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充河东节度使。会昌中，累立方正，促